拉开，快跑！每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把拉开带回家里边，让他走一圈。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看我们家这个拉开自己画的这个烟熏妆，是不是像熊猫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刚才我把拉开领出去了，路边的人都夸我们拉开好看。你从哪弄了个熊猫啊？这是啊，自己画的那个黑眼袋。走吧，回去给他洗洗吧。我给他洗洗啊。咱俩谁洗都行，走吧。走，推车子。累了吧？尿了一泡。热。回咱家了，走。走这边，这边啊。嘿，放那。哎呀。过来，看看你找我啊？让我给你洗啊？你要不让他给你洗吧，行不行？你过来，也不去。不许跑，对。你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脸，你给大家看。跟这眼，变熊猫了！你看这两个眼睛，啊？你就是现在阶段是保护动物。你不是说，你让我不给你洗，去，快去，过来，他不让洗，上那边去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那儿吧，要不，坐那儿吧。哎呀，注意动啊，听话，别动。眼袋咋瞄上去的呢？这叫眼线，明白不？啊、虽然不会化妆，这叫眼线。嗯，眼线，眼袋是熬夜困的，是吧？这卸妆可难卸了，知道吗？这是纯灰，纯灰，纯黑。看看眼睛。嗯。你这上面没有沐浴露吧？没有。没事，一会儿睁不开眼了。哎，行，就那样就行，洗个差不多就行了。洗个差不多。嗯。看看，别动，拉开。你现在是不听话了啊？哎，还知道把脖子一，是吧？把头一昂起来，然后给我擦一下胸，是吧？看我胸前面弄的全是黑灰，黑色的灰，赶紧洗洗吧。哎呀妈呀！服务员，好好洗洗啊！哎，确实，一洗多白呀！啊，你要不整个的就给它擦一遍行了。不整个，整个太冷。就这样，就赶紧让他上屋了。一会儿可以吧？你看，干净了，干净了。走吧。哎呀呀，就这样还甩两下，没说让你回去啊，听见没？你一会儿在这个太那个啥，太阳这个有太阳那块儿晒一下，再回去。过来，拉开。还是听杨嫂的，我刚才扒了半天，喊半天不带动的。坐下。哎呀，放屁了你！哎呀，刚才拉开往这一坐，放了个屁，这肚子里边你想想，它多少的空，多小的空间嘛，把这屁都给挤出来了。看看，给你擦一下身体，你还不乐意？虽然说擦的不干净嘛，这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不能大洗。
怀孕期间不能大喜，不能着凉。看他烟熏妆怎么样了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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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漂亮的很多了啊。还有黑眼圈不？没了。以后想化妆啊，直接让杨嫂。我靠，这个海盗又跳上去了。直接让杨嫂给你化，听见没？不许自己上锅那儿自己蹭脸了啊！脸上怎么样？脸上干净吗？白了，白了，白了，白了。那脸上一块一块黑是咋回事？你知道吗？色素。他是打架打的，咬的伤，然后出来之后就一块块黑色的。如果要是一条黑狗的话，他打完架，受伤了之后长出来是白毛。真的。真的。真的，你可以查一下。闪电，闪电就是例子。嘿嘿，对。别闻我。你看啊，那个头上。洗的时候你不让我碰你。现在明显的脖子脏，脖子没怎么洗，只洗了洗脸。就这就行了。嗯。我刚才洗的时候你不让我碰你啊，这会儿人家给你洗干净了，你又让我摸你的是吧？啊？是不是？香了，可香了，洗完。你看没？看吧，看吧，他故意拱我手让我摸他。是不是刚才自己嫌自己脏了，不能让我摸你，必须得让他摸，是不是？如果算七号的话，七、嗯、号的话，拉克今天是56天。如果算五号预产期的话，就是58天了。58天了，呀，明天了得。明天周六，后天礼拜天。礼拜天。咱家拉克就专等着礼拜天。礼拜天人家都休息呢，过来人多就都得看你，是不是？啊。那我就那他这个一会儿给他量一下黑豆，给他量一下，如果数值能答上去了，我估计也是明天。嗯，他俩正好能错开，应该。哎呀，嗯，也有可能是礼拜天。仇人不？嗯，把这垫子给拿回去吧，晒了一天了。走吧，咱回吧，回吧，你洗完之后。去吧，这回洗干净了，你让我摸了，是不是？脏的时候就得让他摸，听见没？哎，他得伺候你，走。垫子上也是灰了，先铺着两天吧。哎，这个到时候洗洗。嗯，走。走不动了。走，回窝里。跳，要跟平常早跳过去了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，哎哎，又一个屁！他现在估计小狗是正在往下走，调整方向。对，调整方向，所以说挤着那个肚里边空气都给排出来了。哎，这瞬间就漂亮很多了吧？这个给拉开洗脸洗澡这回事啊，已经拖延了。有半个月了，之前就说洗澡洗脸，那这边脸上还是没洗掉。哎，那有那点吧，不给他洗了，因为关键是天太凉了。嗯，明天看看，明天要是天气更好的话再给你擦一下，行不行？一点一点的再去，每天洗洗脸他就干净了。生完着吧，生完着。